Bonjour à tous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鸽子 Ignis。真心喜欢我们推荐书籍的客人，《道德经》。书店里面的书永远没有看完的一天。其实我没有就是特别喜欢哪一个类型，因为我都乱看。那喜欢看一些跟中国文学有关的书，但是也喜欢看一些小说。只要故事精彩的，我其实都还蛮喜欢看的。然后或是一些心灵方面的书，也都会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推荐，就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脸书去按赞，然后或是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谢谢大家。